种，这两种打在感觉到了他一直在往。今天不太一样啊，也研究过吴雪松，是，哎呦，哎，这一下好像有差劲，有一个剑啊，也改变之前他的腿法运用很少，对，因为他知道吴雪松的一个前手平衡，虽然没有造成读秒，但是反击并没有那么快，是，漂亮，有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第二局开打，前手还是有威胁，对，哎呦，这两个不沾单词，我明白，不符合。其实西川防守不错啊，对，有有效果，但这是根本就没有反击，所以这对吴雪松是好事，对对，八九十啊，对，反击很少，甚至更加主动，嗯，对，哎，好，漂亮啊，多来多来，组合啊，压进去，受不了，哎，漂亮，好，啊，打晃了，漂亮，哎呦，有效果，刚开始进擂台的时候嘛，这也不太在乎这个。好，你看啊，西川的左部的脸颊的位置，啊，不要等他的低扫。对对，没有必要挨这个低扫，没有必要。这个低扫虽然，哎呦，虽然也是疼，对，你看没有必要持续挨。漂亮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两人换啊，也是拼了啊。对，吴雪松小心啊，刚刚，哎，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身体，小心身体啊，顶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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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弱点就是在绳脚的位置。好，西川这支没有反击，吴雪松，哎，很漂亮，后手有，这个后手打得很漂亮，哎，好，啊，全息组合不错啊，对，千万不要等西川这支的进攻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好，对，换换不怕换拳，不怕换拳，小心顶膝，力量稍微有点降低，哎呦，又是一个顶膝，这是吴雪松的一个短板啊，对，好，压上去。哦，哎，要出动作，要出动作，对对，要出动作。好，进入到加时赛，漂亮。好，雪松的体能，哎，又漂亮。哎，注意，哎哎哎，要注意不要一味的抱头防守，对对对对，要换拳，要对，不要只是做。西川也加上了前手的点刺啊。是。漂亮，好。你看啊，吴雪松一出拳的时候，第三拳很容易打到对手。嗯，对。啊，前手第一下也不错啊。对，两人出拳之后，做哎，哎，哦，前手换后手。对。哦，西川的经验还是对。其实西川这支也在硬扛了。嗯。但是拳的发力还是比较不错。哎，体能有很大的透支啊。轮风声。